所以年纪大了，老是感觉什么？气短，老是感觉不够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气堵着了，不够气了，实际上是日常的什么？多愁善感，啊，思虑过度引起的，啊，思虑过度，思产生的忧愁。啊，第一个伤脾，第二个伤什么？伤肺。我们的呼吸怎么样？我们的呼吸，人就活什么？一口气。我们这一口气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忧伤，就怎么了？英雄气短了。所以，别思虑过度啊。放下。